好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五张扑克牌，那么有 A 十勾库克，五张扑克牌。下面有请观众心里面随便想一张，好吧？想继续你们啊啊！别告诉我，你心里面随便想一张。想好了是吧？好，那么这五张扑克牌我们把它收回来。那一二三四五张是不是？那么我们把它打乱，打乱掉，然后随便抽一张放在口袋里面看一下。这一张我们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去。好，现在我刚才是不是放有一张在口袋里面？那么你想的牌是什么？我已经放在口袋里面去了，是吗？现在可以说出来。嗯，你可以说出来。红桃勾。红桃勾。那么我放在口袋里面的正好就是红桃勾，可以看一下。我们从口袋里面把红桃勾拿出来，刚放在口袋里的就是红桃勾。那么我就预言到你会选的这个红桃勾。嗯。好，那么这里还剩什么牌？你记得吗？除了红桃勾之外，这里还剩什么牌？十。啊。科。A 是不是？好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里的所有的牌打开看一下，就变成了四个 S。嗯，